好，我是 Erica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儿。有没有觉得我今天非常的神秘？因为我现在没有化妆。骗人！我真的没有化妆哦。骗人！你好烦哦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就是要让大儿来帮我化妆，因为我很久以前有帮大儿化过妆，然后看到下面有很多网友有留言说希望大儿帮我化妆。其实我蛮厉害的，好不好 ？Oh my god！ 我现在很担心我的脸，我很怕我等一下要出去会大过敏。我害怕我画完就不想卸掉了。我本来一直很担心我素颜，然后也不想让大耳碰我的脸，但是我觉得你知道新的一年嘛，总是要面对一些新的事情。那就更面对了。不是有谁说你素颜还不错吗？好啦，那我要开始咯。我猜这应该是粉底液吧。你要完美手势吗？粉底液。完美手。哦，对了，需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因为我担心大耳帮我化妆我的脸会坏掉，所以我自己事先已经打好了那个保养品了，就隔离霜我自己先擦好了，所以大耳直接从底妆开始就可以了。好，来咯。来吧。我觉得你不是，你下手是否太重？你是全部把它放在海绵上吗？对啊，我的妈，我等一下会变 gay 傻。不会吧，我会把它推开。嘎，就像在涂油漆。想说假装专业，硬要用点，然后其实它主要的动作还是用刷的。梳子已经刷完。好啦，至少没有那么惨。跟其他的男生帮女生化妆比起来，我本来还有抱着你，你刚刚在干嘛？你刚刚两下是什么意思？不要都就是。我本来还有抱持这个，我真的有可能可以不用卸掉，好，我觉得算了。不要话说太早。等一下，大家一直搞哪一个？啊，刚刚差点忘记。我看我的手势还蛮有感觉的。是哦。哇。好啦，还行啦。干嘛？你不要把它打白，我已经有刷子。你打白它会凸出来，不然会有分层，不是吗？好，我接下来干嘛？眉毛，画眉毛好了。这么快吗？太快了吗？你这么快就要画眉毛了是吗？太快了吗？哦，好，你随便好了，我不讲。眼影先啦，对，眼影先，不是吗？你没有在在乎我的黑眼圈就对了。遮瑕，你点慢好了。等一下，你不要那么惊恐好不好？太多。都还没用吗？随便你啦。不要涂到我眼睛里面，丑就算，你不要我瞎掉。因为我画得很好，你黑眼圈不见了耶。不然遮瑕干嘛？我不知道我能力把它遮掉。那是产品好啦，跟你没有什么关系。有，你看。好啦，不见了。OK 啦，等下遮完底应该不用重画了。我接下来要干嘛？眼影、眼线吧。我可以先画眉毛吗？拜托。你到底想怎样？哦，你刚刚在暗示我遮瑕，然后现在跟我讲眉毛。你要拿什么？就是它了。太长，它等会断掉。眉刷。好。哦，还会用眉刷哈。哦 ，Come on， 我是大耳哎，拜托。一打开之后没有发现你忘记做什么事情。啊，是现在先上吗？没有要帮我定妆是吗？我以为是全部画完再定哎。透明的才是这样用，它不是透明的。OK， 可以吧？好啦，可以啦。你是眉毛怎么画？不知道的话，你可以就是顺着我的毛就好了，不要 Google。通常人家是从中间开始下笔，你从眉头开始下笔，我也是在随便画。这样是可以的吗？比我想象中的好哎，其实不好看啊，但是没有惨。原来我眉毛长在这边哦，我刚开始以为你已经画到我眼皮上了，我原来眉毛这么低啊。现在不是韩国很流行一字眉？平眉不是一字眉，一字眉是两斤看级啦。还好这个底子是好的嘛。左边怎么画啊？真的很难。你们都怎么帮别人画左边的？自己也觉得有点难。你在干嘛？我可以站起来吗？太陡了吧，太陡了吧，我的妈呀！脸是歪歪的。你不要自己画不好，然后说我脸歪好吗？啊，我这样看就好。对耶，有耶，你会耶。他有推起来吗？你根本没有讲一条线，眉尾、眼尾跟嘴角，这就是眉尾的位置。那如果是眉峰的话呢？球的外面还 OK。修容。你要画下来，我变白鼻心了。我目前觉得你画的还可以，我看不出来画什么，不过还行啦。我要吸吗？我实在看不出什么效果。好啦，不要下手太重都不会有问题。我觉得这样就好，点到为止。眼影，天哪，是我的拿手二。其实这里也有亮亮的哦，就是比较不显色。我想说你可以用一些就是亮亮的就好了。我现在要画一些冬天的感觉，你先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。哇，你都用我从来没有用过的颜色，我好恐惧哦。你先看一下。好，干嘛那个反应我好害怕。哇，还混哦。是吗？还晕开哦。看一下。
哎、欸，还行哎，你会哎，只是你把我画脸虽小，为什么下垂？最危险的是什么？画眉毛，因为我最我擦最多的地方其实是眉毛。你平常根本不会化浓妆，你要跟我学习。你有在戳到你眼球？刚才是讲会让我想瞪你的话，好不好？Oh my god！ 你在开眼头是吗？你怎么会只尝试一些有危险性的东西呢？因为我就喜欢挑战。反正也是在我脸上嘛，对不对？他脸有多靠背，只有我看得到。现在是个 amazing 的脸，好好看哦，真的看不太出来。对啊，镜头上面看不太出来。好可惜哦，超好看的耶，半小时了， oh、为什么化妆时间过得那么快啊？我剩最后眼线好吗？啊，还有点紧张哎，好失败哦。你在干嘛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上面请，搞不好就成功了。哦哟，你不要笑了啦，我今天长好丑哦，我从来不画下眼线的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很容易就会很媚。好啦，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糟。我不是很想讲，但是你没有刷睫毛，你也没有擦口红。睫毛在哪里？很特别吧，超可爱的。这是艾希送我的，先夹再刷，对不对？不要夹到眼皮哦，小心啊！好辣，好辣，好辣！有意识到了就好了。竟然让你夹我的睫毛，Oh my god！ 我超怕的。刚刚有种感觉，你刷到我脸颊的感觉。要刷脸吗？基本上应该是要吧。来，我们来看看大耳刷的睫毛，可以啦。好，真的。还行。你只差最后一个步骤了，腮红。腮红也是一个爆炸男哎。等一下，你变妖怪了？哎、欸，还可以了。我们终于结束了刚刚这一切地狱了。下面可以欢迎留言，大家觉得戴尔今天到底画成不成功？你把我变得年纪好大哦，你有没有觉得？虽然不至于到我想象中的这么可怕，就是什么位置不对，或是我眼睛会被戳瞎，我可能眼睛张开眼就是眼白全部都是黑色之类的。我现在认真的看，我是什么鼻影啊？我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有30岁啊？让更多的人看到 Erica 的素颜呢，请帮我们分享影片。那想要我帮你化妆的话，请在下面报名，然后分享给大家。我这时候我应该要接什么？就是我要你们分享，还是不要让你们分享？分享。好啦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要记得帮我们按追踪，铃铛要打开哦。然后影片都看个10遍，下面要留言哦。10遍。谢谢大家。拜拜。拜拜。